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炎亚纶呢，之前是被要了指控偷拍这个性爱影片。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，他在两名律师的陪同之下，是前往台北市的妇幼罪应讯。那么晚间的最新消息呢，是已经抵达了士林地检署来进行复讯。可以看到呢，他其实呢一身非常的轻便。那么刚刚是已经在家里面的，警方同时在搜索，那么他也同时呢在搜索休息，顺便跟着爸妈一起吃个饭。那么其实呢，炎亚纶呢稍早都是在这个福华路的自家，那么警方也同时在他们家里面来进行采证，并且呢扣回相关的一些证物哦。那么当时其实他爸妈也在家里面，但是邻居说呢，其实他已经有两三年都没有回到这个家来住了。那么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搜索地点呢，就包含像是这个巴德路的工作室，还有福华路的这个老家。更是夸张的是呢，这个警方还派了侦防车来当保姆车，专门来接送他，甚至呢还钻这个小巷子帮他甩开媒体，被指引的根本就是艺人特权。那么亚伦目前涉犯的这个是妨碍性自主，还有儿少的性剥削条例等罪嫌。妇幼罪其实有表示，如果当时这个被害人未成年的话，而且呢是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性爱影片，可能就会触犯儿少法。而这次的这个性爱影片呢，疑似就是在台北市士林的老家来拍摄的。警方要厘清这个拍摄影片过程中有没有违反当事人意愿，以及呢有没有其他人来进行协助拍摄。那么至于呢，警方先前怀疑受害者可能不止一人，目前也都还在持续调查当中。那么以上这些情形要先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